明星直播翻车有多搞笑？让你的男神这里忙到这个女人。金靖做客李佳琦直播间，抬手撩头发却不慎走光。小朋友，不是那个。好的。李佳琦想要放一首英文歌，可小爱同学却偏偏跟他作对。可以放一首 Manta。馒头不是，是一条酸菜鱼，又酸又菜又多鱼。好痛啊！我是一只黄焖鸡，又黄又嫩又辣鸡。李光洙到底有多惨？准备充分要做泡面吃播，没想到下一秒光速下播。我被一批带过，他说这句话有没有兑现？他现在又站在谁的对面？金晨直播讲解黄色雨衣，可说着说着就不对劲了。雨披是双人的雨披，貌似有两个脑袋，然后就可以跟你的对象就是套在这一个披里面。韩美娟正在喝咖啡时，刘海却突然离开而去。下一秒就悲剧了。修一下我的头盔，哎，我修一下。什么拿出来啊？头你害我呢，兄弟。痛，我耳朵疼，我疼。你咬的牙。不是。It's me。宋祖儿直播时本想喝口水歇一下，没想到他的选品真的。是烫水是吗？郑凡心正在开心地展示自己的蛋糕，可下一秒人却不见了。